现场消息，东森大戏《美味满格》今天晚上要首播，而主角们更是来到了西门町。连线记者罗怡景报道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西门町。你可以看到，身边人都蛮热闹的，就是因为《美味满格》他们的主角全部都已经来到了西门町这边，跟粉丝来相见欢了。那么刚刚呢，他们也分别发送出了粽子还有包子，象征呢整个收视率呢，希望可以包中一路长虹。而且呢，首映首播就是在今天晚上，所以呢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的时候呢，《美味满格》就会在东森戏剧台开始来播映了。那么刚刚呢，其实有相当多的粉丝，相当多的人呢，都相当的热情。只要呢看到王传一还有魏曼呢一现身呢，马上就挤爆了现场。可以看到的现场，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的。那么呢，稍待一会他们还会继续往东区这边来前进。有最新的消息，我们也会进一步为您掌握。再把时间镜头还给彭内。